欢迎光临。请问你们家现在还搞不搞过年免费活动了？啊！又是你，我们店不欢迎你，走。我是来吃饭的，你不欢迎我，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啊？你自带食物，锅里就收费；你没带，锅里就免费。这次真没带。刘少奇，锅底来喽！请问老板点什么菜？不着急，这个位置有点冷，我要等包间的几桌走了去那边坐。行，那你点菜的时候喊我。都是我朋友，一会儿还要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喂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到。点菜吧，哥，买单。锅底是送的，菜你从这上拿的，哪有什么消费啊？那你帮我蔬菜退了、啊。菜都是别人剩下的，我退给你，你给我滚！你信不信投诉你啊？信，我给你传上。谢谢啊。哎，服务员，我刚刚就出去接了个电话，我的菜还没吃，怎么就没了？赶紧给我退钱啊！